涂完水乳以后直接上一个防晒，用乳霜的质地很好推开。上防晒没有什么手法，直接抹开就可以了，是微微有一点润色效果的。 SPF 50加 PA 4个加属于高倍防晒，超长待机12个小时也不用后续补了。防止颈纹也要给脖子带一点防晒，沉默以后是没有黏腻感的。后续上粉底不但不会搓泥，而且会更加服帖。接下来是 Forever K 的腮红泥，这个是我现在最近的新宠，基本上化妆就会用到它。摸起来是土豆泥质地，软软的，很好推开，而且很扒脸，每个颜色都很好看，适合各种妆容。三个颜色都是低饱和的，上脸自然很通透。我平时用的最多的就是这个02号色，可以用刷子蘸取或者用指腹上妆都可以。涂在唇峰这里可以缩小我们的人中。最后再用这个10号色，这种膨胀色特别适合用来提亮我们的面部。它直接是不是蓬起来了？可以来一点卧蚕，拉伸卧蚕的效果就出来了。打完腮红，整个妆容的精致度拉满，而且这个腮红是防水的，出去玩一整天也不会脱妆。